被遗弃是他们共同的命运。善良坚强的徐静恩，聪明世故的韩柔庆，一场误会让情如姐妹的两人形同陌路。在他们之间的那个男人李英祖，正直有为的财阀继承人，却为了亲情放弃一切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交织的精彩好戏，11月5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《星星的眼泪》。